2004年，宋岳庭得到金曲最佳作词奖。2007年 ，MC Hard Dog 获得金曲最佳专辑奖。2018年，顽童获得最佳词。每一次有嘻哈音乐人登上金曲舞台，不管是入围也好，得奖也好，所有的嘻哈音乐厂牌都会团结在一起，为他们加油打气。我爱你们，就是这个凝聚的感动，让我们一直热爱我们在做的事情。我们是一群人，一直朝着一个同样的目标在前进。我们会继续努力，让更多人爱上这个文化，就像我们爱它一样。因为这里是华语嘻哈的发源地，让我们来欣赏接下来的表演。台湾早就有嘻哈。Oh, shit.
说唱祖师爷刘胡。